欢迎回来，我们的弓箭手们啊！这一次我要选择这个腰枪男孩。我们对面是个南瓜小子啊！哇，哎，准备要丢了，13、14，哎，再往下一点啊！哇吼，刺穿小鸭鸭，后仔，我他是什么铲子啊？是南瓜铲子吗？哎呦，好险哦！哎，我们再来一次。哎，是来个低一点的九，哎呦，瞧他害怕的样子啊！哦，好险，飞过去了。再一次，我们来个11，哇，倒了、哦！哎呦，为什么他铲子会飞啊？来个16啊！哎，差一点！哎呦，呵呵，我的脚痛痛。来个17。哎呀，哦，没有爆头啊！像下一次应该要抓19吧？哇 ！Oh my god！Oh no！ 你的必杀技是什么？让我瞧瞧，哇、啊，就这样子啊！没有必杀技，嘿嘿，呵不行，我要血池一下，我们再换一个。观看影片可以获得这位角色，不要。Player one, choose。再来，啊，血池一下。哎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阿诺吗 ？T666 哎，来我来看，15，飞过头了。这是什么啊？散弹枪哦，散弹枪可以丢哦。是怎样？13、12，12还过头、哦，要可能要到10吧。哎呦，被枪托打到、哦。再扯一点嘛，13、12、11，爆头啊！哇，哇塞，再一次应该就可以获胜吧？哇哦，嘿嘿 ，miss me！ 哇，就说我要血池吧。哎，那你不是没血了吗？哇，哇塞！散弹枪会爆哦！是哟，不要动，给我打一下。丢！哇！哈哈哈！眼珠子掉出来了。啊！耶！太好了，我们换一下下一个角色。这个角色是 VIP 的，我看一下。KC Rich 啊，对面是一个素人啊。我是丢摇杆啊，是二啊，丢一下。咚！哦，它是可以放电的。你要丢什么？那什么？火箭浣熊？不会吧？这丢浣熊啊？18、17、16、14。害怕了吧？浣熊的叫声好可爱。哇！19、18，电死你！哇！哇！太可怕了吧！直接爆炸了！电！没有爆！咻！哇！太坏了吧！丢浣熊，吃我的巴拉！哦，两段式伤害，喂！再一次，再一次，我就赢了！要欺负小动物，哇塞，很伤哦！20、21。电死你！谁叫你乱欺负小动物？
知道我的厉害了吧？丢！哎，我没电了。哎，等我一下。哎，没有按到。KO 啊！哎，至少我获胜了。Epic win！耶！我看一下下个角色，扑克牌大师啊！哦，对面是一个什么红色的射箭高手在。OK， 这个角色可以丢扑，哎，有没？尴尬啦，尴尬啦！哇，这什么箭啊？一支箭会变三支箭啊！来扑克牌，丢。炸开没有打到他啦！哇，觉得不太妙啊！三支箭来了，哇！呦，还活着，要打到他，丢 ，biang！ miss me！ 来，中！哎呀，没有打到他。没有打到我哦，18、17 棒Finisher！ 好了，这次一定要给他中啊，丢棒，哎呀，可惜了，可惜了 KO、至少过关了，耶、Win！ 喜欢别忘了去下载这个游戏啊，还蛮好玩的。